深化更具特色的人文合作。六国将在旅游、体育、媒体、地方、高校、青年等领域，通过形式多样、有声有色的人文交流，让六国人民好上加好，亲上加亲。中方已经完成南美旅游城市合作联盟成立的初步准备工作，支持建立南美航空发展合作联盟。六国还将共同举办高校和青年南美音乐会等活动，为年轻一代的对话和交流来开创机会。